这是后仿，后仿的，嗯，老的，100年左右，就是晚清到民国初，这是珠江的，珠江，珠江的，嗯，这老的倒没100多年，因为这个仿成画呀，就是太多了，仿成画从清初就开始仿，官窑也有仿的，成画的东西太少，这东西倒没问题。这价值不太高，经济价值不高，啊、经济价值不高，谢谢。品相不好吧？你说这个倒没什么大毛病，这没什么大毛病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就是不是成化本年，不是本朝的成化，那么一杯子得值多少啊？几千万嘛。成化以前也有这种小的这个什么小酒杯啊，什么这种小东西，但是没有官窑的。成化官窑烧这种是茶杯，这是喝茶的。哦，小茶杯这种就是。后来就成传统了，官窑一直烧这种，就是这么大小茶园儿，啊、嗯，万历墓里出了一个，也是跟这大小差不多，底下有一金托，上面有一金盖，就是这个本身就是青花的这么大小一个，明朝特别兴，从成化开始，小茶园儿。